原标题：一皇帝亲征被擒，此监国诸侯王继位。皇帝归来后，引发宫廷大政变。此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，迁都北京到明朝灭亡，共有14位皇帝在北京执政。然而，在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的明朝皇家陵墓中，却只有13座帝陵。而在北京西郊玉泉山，还有一座帝陵景泰陵，墓主人是明代宗朱祁钰。同样是明朝的皇帝，为什么明代宗死后莫能葬入祖陵呢？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却远没有明成祖的长陵、明世宗的永陵和明神宗的定陵那样宏大规模和磅礴气势，但论及历史意义，景泰陵却关乎大明朝命运的事件紧紧相关联。明代宗朱祁钰是明宣帝朱瞻基的次子，明英宗朱祁钰镇的一母弟弟。早年明代宗的母亲是吴氏只有汉王府中的一名侍女，明宣宗欲在亲征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后，将吴氏带进了皇宫，并安排在紧贴关墙的一个大院中生活。后来吴氏为宣宗生下了明代宗朱祁钰。宣宗驾崩前，将吴氏和朱祁钰托付给了自己的母后张太后。明英宗即位后，朱祁钰被封为王。本来作为亲王的朱祁钰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一生，但一件历史的突发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土木之变，原来明英宗统治期间，朝廷内部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。北方边境蒙古族的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统治下实力迅速壮大。公元1449年，也先率领瓦剌军兵分四路进犯明朝疆域。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中获下，决定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。由于英宗的儿子才两岁，于是朱祁钰便奉命在英宗御驾亲骗期间担任监国一职。仓促出兵的结果是惨败，增援部队也被瓦剌大军全歼。在瓦剌人一路追击下，明英宗在土木堡成了俘虏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，皇帝被俘，朝野混乱。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，奉命监国的朱祁钰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。他在于谦等文臣武将的支持下，很快登基为皇帝，改年号为景泰，他就是明代宗。明代宗即位后，朝野为之一振。很快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打败了历次军，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太上皇英宗也被无条件的放回来了。然而此时已经当了皇帝的明代宗自然不甘心退位，于是明英宗回朝后，虽然尊他为太上皇，但实际上却被一直软禁在南宫之中。为了防止外界有人越过南宫的高墙与英宗偷偷联系，明代宗甚至命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掉。同时明代宗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，千方百计地废掉了英宗之子朱见深太子之位，然后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扶上了太子之位。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朱见济当了太子之位才一年就病逝了。明代宗为此也忧郁成疾，不久便病入膏肓了。就在这时，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石亨便和徐有贞密谋，准备迎请英宗复位。此事随后得到了张太皇的支持。公元1457年，石亨等人领军打开了长安门，并迅速赶到南宫迎请英宗复位。随后徐有贞在午门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太上皇复位的事，群臣惊恐之下匆匆站队入宫拜贺。英宗复位后，主张拥立代宗的兵部尚书于谦、大学士王文被处死，一大批大臣太监也牵连入狱。明代宗为期八年的统治也就戛然而止。这个事件被称之为夺门之变。明英宗复位后贬明代宗为平民，
明代宗随后病逝。他死后，明英宗毁掉了他生前在天寿山皇家陵园修和寿陵，以亲王的规格将代宗葬在了北京西郊玉泉王的景泰陵。好在英宗之子宪宗即位后，上演泯恩仇的故事，以代宗保国有功，追复了代宗的皇帝身份。嘉靖时期，景泰陵有所改建，但于历史原因，明代宗的遗体始终没能迁入十三陵。就是这样，明代宗成了明朝迁都北京后唯一没有安葬在十三陵的皇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